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776面啊，776面第一行对弥陀要解。挂起啊！弥陀要解我，不以解愿，做众生都成君之因；以大行，做众生都福德之缘。念信愿之名者，念念成就如是功德。你该是以行为金为铜，教育大师这句开始非常重要。如果不是老大人点醒，真多人啊拢会轻易的甲看过去，所以是万不惊心。唔知影讲这两句的重要。人伫世间最重要是孝、作业。啊，忏悔眼前的业障，过去生中所做的不善，这一生当中做的不善，拢会带来障碍。这个障碍，咱啊亲目所看到，啊，你看到真正多年老的人所受迄种的苦难。不是无原因，拢是业障咯。如甲人结了冤仇，这就像附体，身边有真多鬼魂附体，互你不自在。伊来啊讨债，伊来讨命，讨债较好的，迄索命，你欠伊命，伊要抵你的命。非常的麻烦啊，要按怎会甲遮个冤亲啊祭祖排平甲业障消掉，迄就得爱修善根福德。善根福德啊，到底是要按怎去修呢？佛弟经常讲甲真清楚，世出世间法拢无障碍啊！啊，真正是不是门中有求必应啊！这个求如理如法，你所得到的，讲有灾难的地理啊，讲是所求的不如法，麻烦就真大了。眼前你所得到的，你也能享受到，其实是你命中有的。命中若是讲无，你求到了，你享受未到。啊，细心去甲观察，就在眼前。你看真多，这些无良心的得到的财富，财富得到了。破病了，一个破病了，病几多年，个钱拢用完，医药费拢用完，伊无办法享受啊！啊，那无就是个拄着灾祸。足罪啊！你细心观察，足罪足罪这款代志，贵嘛是安尼，你无遐悬的地位，一定要爬遐悬去。这个
地位啊，超过你的福报啊，灾祸也就会来咯。如果咱用正当的手段去处理，富上啊加富，贵上加贵，不断的向上提升，无正当的手段去得到，就亏钱咯。比如我命来对你有一个亿的财富，因为用无正当的手段去甲得来，只得了一半5000万，家己感觉真了不起咯。我就发大财了，伊唔知我命内底有一个亿啊，已经去了一半咯。而且伊唔知啊，人一定爱凭着良心去做代志。你看日本的稻盛和夫，完全啦是学这个中国传统的教育，一生。亲信不疑，今年80岁了，这不死去了，是过去演讲宣传，更难为先菩萨啦，不是凡人啦，伊是伫庄卡散家的处理啊，出事的，学业无完成，人真聪明，人家是白手起家啊。创立两个公司，拢进入世界500强。50年来，从来都无一年亏损呢。不管是风暴，是甚么金融危机，伊拢是了不起事，拢平安度过去。我一年是会蚀本的啊。所以日本人把它称作是经营之神啊。现在这个世界上真多人啊向伊学习，实在讲伊非常简单，就是人的老实，肯吃亏，凭良心在做代志啊。伊的公司为什么会经营这好呢？那人问伊讲，你经营的这个理念方法，是对倒位去学来呢？伊讲我对中国2000年、3000年前老祖宗遐去学来。那实际上只学几句话就会用的咯。所以啊，总结是你敬天爱人。公司的理论第一个给什么人？给员工。员工辛辛苦苦去赚来，我们的利益没给员工，要给什么人呢？所以的员工更加艰难，更加困苦，都不离开你哪名工作。第二个利益给什么人？给顾客啊。第三个利益则是公司的，公司利益摆伫最后，逐年拢趁钱啊。银行的存款真多，利益真少，利息真少。银行的头家啊，劝伊把钱摕出来去做房地产，趁钱趁较紧啊。用这个代志我袂当做。为什么我无付出努力去赚来的钱？这个钱是不义啊，不义之财，后面会有祸害。不敢做。过年6、7年以后啊，这个泡沫经济发现，真侪向银行贷款拢倒了，伊无代志啊。那别人问伊讲，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呢？无啊。我无先见之明，我只是凭良心做代志。我无应该得的，我绝对无爱去摕，从来嘛无爱。
啊，这两年立行，看到这边倒去了。亏损是几千亿美金，日本整修上，引到三拜啊，顶门啊去甲拜访伊，请伊出来救救日航啊！伊啊出来咯，一年较加一点啊，日航啊转亏为盈。游起来咯，几乎无人敢相信啦。啊，伫行内面的员工是一般的散沙，其实拢散去咯。伊去兼职当处长，头一天甲大家见面啊，都宣布。公司盈利第一个给员工，这个员工啊，士气马上就提振了，旅客都回来了。对员工的照顾啊，无微不至啊，也做了五十多年啊，吴秀林才开始啊，吴秀林大概才做五年，可能还较未到，伊五十年啊。对啊，一定爱知影，可能那时候讲呀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呐、啊，唔免着急。命内底那有真好，命内底那无会当创造。我命内底是无的，在苦康康，宗家大师教我。修财布施，修财布施得到财富，修法布施得到聪明智慧，修无为布施得到健康长寿。你啊，这一生认真就做这三项代志，财富唔免做啊，生活会得过啊，就自在咯。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三个拢得到咯。佛的经典无骗我，阮老师也无骗我，真正的啊，这两句话重要啊。无上君的因是佛的大愿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无上君的因啊。以大行，大行是五戒修行，修什么？所发的愿爱兑现，那是未当兑现，这个愿是空愿，那就拢无意义咯。每一愿拢兑现，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修偌久呢？五戒啊，这是大戒，大戒是什么？咱这个太阳系行住坏空五拜啊，这等的时间啊，五戒修行大行大愿啊，叫做世界是一个因缘成就的。这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因为头前讲啊，真正详细。比如世界是阿弥陀佛，大愿大行的成就。啊，咱今天的这个法门呢，佛教多人念佛啦、啊，念佛是什么呢？念佛啦、啊，都、就是咱的心愿跟阿弥陀佛合成一个。弥陀的大愿就变成咱家己的大愿咯，弥陀的大行就变成咱家己的大行，是这款道理啊。
你到叫做世界修行，为什么遐紧？无论是修福修慧，拢真容易，拢快速成就。你会知影这个啊因缘呢？唔知影这个因缘，你会怀疑啊？拢认为讲无可能啊！就亲像这个日航啊，同款的啊，你行遍全世界去问啦。日航刚一爬起来，我嘛摇头啊，无可能的啊！啊，咱讲一个老实话，日航嘛是啊，丢心呵护一个人，对待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都无办法。啊，丢心呵护凭什么呢？50年的年纪啊，大家拢欢喜啊。你这做当处长，别人较早唔坐日航，拢选坐日航咯。为什么？对伊尊重啊，咱支持啊。员工肯努力，你看外面的顾客支持啊，啊，伊就会成功啊。咱看到伊的报告，原来要去东京的时阵坐新干线，伊选去坐日航，伊支持伊啊。这别人做未到啊，别人哪有这大的力量呢？德行的感召啊。中国自古以来，帝王将相、各行各业的尖端人物，无一个不是以德感人。德行啊，成就咯，事业就成功。啊，相通。就文王，伊迄个时代，伊迄个国真衰啊，通就70里啊，8里70里啊，就加算大国咯。就文王就100里年呀，啊，就100里。伊现在这个官僚佫较衰，伊经营这衰的所在。经营个真好，变做就为这小诸侯国的典范啊！伊的成功是德行，社会安定欢迎。人民幸福快乐，这个地区风调雨顺，啊，行拢好，就有这个感调。所以中原那迄个地区对黄河流域到个中江流域啊，无到珠江，就迄时那未到，大概啊，只到个江西、福建。算讲是真偏远的地区咯，这地区800诸侯啊，就是大细细国家有800外，800诸侯拢啊尊就文王啊为天子啊，伊无通较悬啊，别人尊重伊啊，敬仰伊啊，向伊啊学习。啊，无像以后天主，以后皇上真正有实权，伊迄个无权呢啊。就像阿弥陀佛啦，伫这个极乐世界，十方诸佛尊称伊为公中啊，极尊佛中是王，尊重伊啊，何以这个啊称呼，向伊学习吧，伊是大家榜样。是大家的模范，是这个意思啊。
咱今仔日会当做弥陀的弟子，非常光荣啊！你行到十方世界，诸佛如来尊敬你啊！啊，阿弥陀佛的弟子呢？啊，每一个佛的国土，拢向极乐世界来看齐，拢向极乐世界学习。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五劫修行啊！现在法官无真修啊，哪有这功德呢？能够回向，提什么回向？真正的功夫啊，真正的修养啊，真实的功德才会当感动人，会感动鬼神啊！这你才有物件通回向啊！下面啊，甲咱讲令信愿持名，大圣对阿弥陀佛啊，你都爱有信心。伊也对初发心到成佛。真正长的时间啊，精进啊，辛苦修行，咱来相信一点怀疑都无。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这叫做世界真正有啊。现代科学家渐渐渐渐拢向这条路去啊去研究啊，过去两三百年，科学家拢在研究物理，啊物理学家现在发现心理比物理更加高明，那对这个普朗克博士发现，有一个基础是意念，也就是讲，大圣啊有念头，然后才有物质，这可以发现咯。所以念头啊，会改变物质。现在不少科学家拢伫即个咧做对目来啊研究，成绩啊，即个非常的啊可观。这道理爱想会通，讲明白咯。这个世界有救啊！地球上这么多灾难都可以化解，用什么用心理啊？那你把心理转变，如果有错误问题也都解决了。错误的心理不讲五字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五字是错误的心理，对于个人来讲，你啊，都在都变。如果这五项物件拢有啊，都在都变。对咱居住环境来讲，我来灾难。啊，贪应对的都是啊，水灾，还最上心，拢是贪心感应的，无贪都无代志。伊就会恢复原状，真灰断了黑灾，地球温度上升，这种属火啊，不是物理啊，是念头变现的啊，
母亲带来这风灾，有风啊，五万带来就是啊地动，我非常可怕。我以所感应的是山崩地陷嘛，山会倒落来，无坚固咯。因为怀疑伊就松散咯，连土地都松散了，所以土地陷落去啊，甚至陷到海底。怀疑啊，高卡管的山拢会崩落去啊。如果亲像阿福甲咱讲，死灭贪嗔痴慢疑，困修戒定慧，咱中国人讲五个：名、义、利、智、信。灾难就无咯，咱的身体会恢复健康，就是讲有癌细胞都会恢复。不需要用医药，这不稀罕啊，现在这道理我科学家发现了，物质是非常不稳定，不是坚固的物件，它是餐啊餐啊都在动，听什么人呢啊，听念头啊，所以佛说了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十法界六道以正庄严，拢嘛是心上生的。啊，如果你的念头好，你的念头是少年人的念头，你永远年轻。啊，你为什么会老呢？大刚伫厝念老，老了身体袂堪你咯，你就会一天不如一天咯。啊，这个念头究竟过来，老李不衰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有一个弟子160岁，甲大众做阵咧做事啊。为什么伊会咱袂呢？咱的念头歹去了，也物质现象是无固定的，念头先永远会保持啊。如果那念头无了，啊，你就是两当年十八了，会改变啊。叫做世界都是安尼啊，到叫做世界念头都无咯。这不是家己的本事哦，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。啊，在迄个世界里，什么都唔免烦恼啊。为什么一切法啦啊，从心上生啊？像什么物件拢在面前，不爱滴咯，不爱就无去咯，唔免休息。啊，所以伫迄个世界内底都无念头咯。徛喺厝咧，清清气气，什么拢无。啊，有人起来需要家具，念头一个转，家具拢总有，拢摆好咯。人起来走无爱咯，拢无咯。所以迄个所在人终生不老啊，无量寿，袂衰老。无老病死啊，无死去的所在是化生啊。啊，伫迄地，无死无明烦恼习气，甲断去，断清气咯，断清气，叫世界就无咯。所以叫做世界嘛，唔是真的啊。叫做世界无咯。出现什么？出现啦、啊！上一公，上一公，这是真的。你啊，真的上一公，
身体形象无去了，意念也无了，整个咱个精神甲物质现象啊啊，甲整个宇宙融合做一体，像是你，整个宇宙就是你啊。回归自性，回归上一公，这才是究竟圆满啊！会起作用未？起作用。喜欢个来对，要多来对，不然啊，记起在亲戚朋友，跟他有缘的人，一同念头，有你帮助，你立刻就现身。啊，经常讲的啊。当初出生，最初灭尽，真正的大自在啊！你介意什么心，你就现什么心。家己无意思，随众生的意思啊！啊，像普明品讲的《观世音三十二应》，因为什么心得多，是伊想什么心，你就现什么心。那家己无念头啊！绝对啊，无起心动念。佛讲的这智慧啊，这能力啊，是每一个人拢总拢有诶，你本来就有啊。现在为什么无呢？现在你梦想太多，你有梦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这物件给你障碍着。只要把梦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这个现象啊，都现前啊。那释迦牟尼佛给人做表演呐、啊，第三十岁迄年，伫毗婆罗树下立定，一切放下就成佛了。以后这张树就甲叫做阿菩提树，印度人称毗婆罗树。在中国呢？唐朝时阵，慧能大师表演予咱看，真个毋是假啊！我做甲伊上一堂课，《金刚经》大义，我估计个假啊两小时，一生就听遮侪经尔，听每八个月，讲堂毋捌去过。相当也无去啊！伊个工作是伫个对房内面整理啊、泡茶。我做竟然甲衣钵传互伊，为什么伊真正开悟，真正放下？所以不怕是无别项啊，放下就是啦。放下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；放下分别，你就成菩萨；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。拢在一念。为什么放不下？因为现实的物件拢是真的，咱错在即地。因为这是真的，唔知啊，拢是假的啊。金刚经上所讲的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包括极乐世界。莲英大师听到金刚经上所讲，应无所住理性之心。伊就放下，伊就离开境界了，跟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境界完全同款。一切诸佛如来拢嘛是这境界，伊得到了，安怎得到呢？有一切法，未起心，未动念，就证到了。
今仔日，咱嘛是算着拄着灾难咯。为什么整个世界人，一个拢不正啊？每一个人的思想内底，拢是自私自利，拢是名闻利用，拢是贪心之慢疑。所以这世界啊，疾病啊，真多啊，灾难真多啊，不是未当化解。今仔日整个世界，我接触的面真大，也会去接触到高层社会，大家拢来讨论这个问题啊。我人真多，我就有一句话甲伊讲：教育出问题了，其他什么问题拢无。只要甲人教好，问题拢解决了。佛法无反对你求名求利，无反对。佛教你是爱如理如法的啊！你看，有财富，有地位，有聪明智慧，有健康长寿，如理如法啦！你得到的是真正幸福快乐。啊，那无啥人要学伊，伊也无反对啊。我是行善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你想得到什么，伊拢会教你啊。如理如法，满你的愿啊！啊，想要幸福，帮助你幸福；想要发财，帮助你发财啊！你想什么，伊拢会当帮助你，绝对是如理如法。啊，佛法是教育啊，真正是变法界啊、虚空界正规的教育。只是好，下低下贱都拢无啊。那想要成佛成菩萨，极乐世界是上界方便。佛菩萨以这世间应化，释迦牟尼佛是榜样啊！伊啊，是还是出家人，在家人眉毛技术是榜样，在家学佛嘞，成就呀，最啊，菩萨身份嘞啊！罗汉身份呢？亲像咱伫《华严经》内面看到的，因的实现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就先好夫实现生理人啊，去个家，那是真菩萨，不是假。伊个成功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菩萨心肠啊，无家己想着别人，经营个好处拢予别人。你看，伫迄个最兴旺个时阵，伊出家咯，那就是65岁，我袂记得咯。伊个报告来对讲，伊为甚出家？宋明先生讲个，伊寿命就是迄年。伊就出家了，出家了后名气太大，这些人太多了，但寺庙带来麻烦了，无清净了，
所以搁再还俗啊，搁去啊做伊个企业。伊非常的爱去看这个啊《了凡四训》。逐天啊，读一本书，伊拢学着咯，拢用伫个生活当中，用伫个处事待人接物。了凡先生寿命，奉先生甲伊算命53岁啊，伊也活到74岁，加活21年。寿命会当延长吗？会当延长啊！哇，细汉的时阵，哇，侪人甲我算命，拢讲袂当过45岁。45岁年，真正得一张病，我知影到咯，时间到了，所以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一个月病好了，无找医生，无吃药啊。我迄阵有一个观念，医生啊，只会当医病，袂当医命。你寿命到了，无路用啊！啊，一个月好了，我继续讲经。只在高黑迄年，得到一个信息。因为我真正想要来去，得到这信息，也过来留几年，嘛还用呢？也不该输。那留几年，我想的是为了这部经，这部经是大师因缘呐。阿莲记的汇集，念祖的集注啊，实在是太好了。也有眼红啊，我留伫这世间提倡，我若无提倡，大家袂重视。这好的物件，真正会救命的啊！真正会救社会、救国家、救世界，这好的物件会救地球啊！所以啊，极力提倡。对去年签名，我个《华严经》停起来，专攻一部经。这第一遍啊，这边讲完了，大概啊，我估计要10几拜，未超过20拜。啊，咱一天算2拜，一拜2小时，10几、20天都讲完了。讲完了后，对头阁讲，嘛像以后一年一遍，一天啊4小时，大概1200小时，啊一年讲一遍啦、啊，提倡真正做到，一刻可能我无做到。一门深入啊，当时分修，我要把这句话做出来啊！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只讲这部经，只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念念成就如是功德，如是就是指弥陀的大愿大行，
啊，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变作咱家己的功德，会当为 A 啊，说对 A。现在两组的学家发现佛教有作安泄信息，艺术都是能量，什么是专泄？咱的意念，这个意念是无人知影的。通常讲意念，咱所想象的迄个意念拢唔对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啦、啊，问弥勒菩萨啦、啊，什么有所念？就是咱今仔讲的念头，心内有一个念头，佛问弥勒菩萨。这个念头来对有几念，也有几个小念头，意识念头有几念，有几相，相啊就是物质现象，有几色，色就是精神现象，可啊加称为信色。弥勒菩萨就回答讲：一旦知啊，有三十二个百千念，那哪会知影呢？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会断几摆，我会断四摆，我相信比我断搁较紧呢。少年开来比我较强呢，如果一秒钟会断五摆呢，那是偌侪念头？1600条，这个念头是1600条分之一秒，那叫一念。这一念内底有物质现象，有精神现象，在先有精神现象，然后才有物质现象。物质是精神现象变现的，而且无论是物质是精神，佮微细一点，整个宇宙，也佮包括过去啊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信息拢总伫伫即内底。啊，咱这个念头安怎未包括阿弥陀佛呢？当然包括咯，阿弥陀佛48万5劫修行，还拢伫咱念念啊之中。所以咱今仔日念阿弥陀佛，甲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心相应，愿相应，这是真的，这一点啊，唔是夸张。真实不虚啊，那科学家用专业的相片，用这个来做的呀，我们知影讲有这款代志。专业的相片就是这一张相片，这里面所摄的啊是一个人。你把这个相片分成两段。来加开，每一段也阁是一个完整的人，阁甲分做四地，也是完整的人。你甲分做100地啊，啊1000小点咧，啊你用显微镜去看，也是完整的，一点啊欠缺都无啊，这是全息的照片啊。安怎摄咧？是用摄像机2A啊，微射光。2A雷射光摄到遐，用这摄像机甲摄落来，迄、那个相片都是会变成这款情形。但是爱伫这雷射光内底相即现出来，唔是雷射光的时阵碎出来啊，你只会看到一条一条，看无物件。雷射光一个照就出现了。啊，这个现象，你看佛的经上讲，佛不是用这个言语，但是讲的是同一件代志。佛讲咯，盖智啊，立殊密啊，殊密立盖智，大水不离啊，殊密殊密山啊，盖智是挂菜智啊。
苏米山呐、啊，会当放伫挂彩纸内底，大坑水无问题，咱会接收啊。苏米山都无缩小啊，挂彩纸无放大，苏米山哪敢堆会入去呢？免得知影咯，现在啊，你甲看，这个电晶体啊，晶体。一块小晶体大概亲像增加这么大，内面啊会当含藏啊一波啊大藏经，这是较早来讲啊，谁人会相信？无人相信啊！啊，这个实在讲一点啊都无稀罕，人伊是一粒啊。国下讲一定，国下家讲小公主啊，永远看未到。小公主偌大，是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啊，一百亿个小公主啊，组成做伙是一个电子，但拢是永远看未到。遐尼细小公主来对。有专色的信息，就是整个宇宙过去啊、未来拢伫即内底，啊，咱即个增加敢是太大咯？科学啊，啊，即个物件咱听起来啊是真容易了解，一个听就明白咯。即个意思是要讲一个什么信息呢？宇宙跟咱家己是一体啊。啊，你若分这个分迄个就错了。这个物件，佛家发心菩萨知影，所以发心菩萨甲佛，因的心目当中，佛就是一体。这是什么呢？无缘大慈，无缘就是无条件，同体大悲。为什么帮助伊？伊甲我是一个啊，唔是两个啊？啊，帮助伊就是咧帮助我家己。主他是一人，不是你。啊，咱现在没在倒位，那像咱整个身体是一体，咱是身体什么？身体内面的一支门，身体内面一个细胞。啊，你能讲家己独立了？啊，这细胞是我，其他拢不是，没在这地啊，唔知整个是一体。变化界、虚空界实体，所以佛法内底无对立、无矛盾，绝对无冲突。咱这身体内底，你看多一个细胞甲细胞的冲突呢？五脏六腑多一个器官甲多一个器官的冲突，无啊，啊，全部拢是合作。在对无些冲突的，整个宇宙都爱合作，宇宙之间绝对是无冲突。啊，这科学来对讲，太空大战，这错误的啊，绝对错误的观念。太空是一体，那讲有战争。啊，了解这个呢，永远都无对立，永远都是和谐啊。性德就是伦理道德，是祖先来的本来有的，本来有，不是对外面来。所以念念成就如是功德啊，甲阿弥陀佛啦，同款的功德。非今，今是现在；非当，当是当来。这个利益啊，就在当下。这个功德，不是现在啊，不是未来。该是啊，以行啊。
大卫啊，会以台湾作为众生都成根之因，以佛之大行，是就是五劫修行，作为众生啊啊都福德之源，和年龄信愿持名之人，无念念之中，该成就佛之大愿啊大行之功德。这个大愿大行就是极乐世界啊，圆满的极乐世界。如是功德是救义成就，佛的经上啊，都有咱介绍，叫做世界成就到现在已经是十劫。啊，对咱来讲，十劫也是真长的时间。阿弥陀佛修行是五劫啊，五劫。成就到今仔日啊，是十劫啊！阿弥陀佛最初发心的是十五劫以前，不是啊！今日初成啊，也会东来再成，已经啊成就了，该佛果觉啊，就已完成。今我念佛啊，以佛果觉啊，助我因心，助我因心，顿动果觉。这段话非常重要，逐句拢是真实的啊！咱念佛确实啊，把佛无量劫修好的功德变作家己的功德，助他不离啊！三时下念佛书的内底。从弘扇师所讲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诸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诸方。这两句话不可思议啊！这两句话和现代量子力学家证实了。所以今仔日啦，咱念佛是个阿弥陀佛做我的这个因心，供我因心就个阿弥陀佛同款，就是阿弥陀佛啦。第一念佛成根福德同佛，你来未成佛呢？你来未往生，你伫现前，你的生活，你的工作，你处处待人接物，肯定甲阿弥陀佛是同款的。那就伫大自在咯。恭喜在乎现前，别人有在乎你无啊？你哪有在乎呢？啊，咱常讲的四个动：心动、观动、德动、行动，是行为动啊。后面加一个重呀，果报动分啦、啊。果闻啊，如是功德，该是已成。如来乃善中之王，德中之尊。果悟定，修行随行，随顺如来之所行。但如来诸善皆修。满地庄严，是故五定有世尊，有德亦应随行。
佛所做的，咱应当爱做。佛所修学的，咱就爱修学。佛永远都无间断啊，真正是学不厌嘛，教不倦啊。先知已矣，应言修习，应作上主，速得圆满。先知啊，知矣啊，这四字非常的重要。知是众生。众生的机缘是不是有生息地啊，真正清楚啊。对生息的众生一定都要帮助伊啊生活。那无生息呢，这机缘也无生息的帮助伊啊生息。帮助提升。啊，佛无缘的人，爱该正经记呀。这个正经记，所以是可以看到佛像，可以听到佛的名号，听到菩萨的名号，或者是听到一句啊两句经文，这经就都静落去了。伊啊，阿赖啊，生来对就落这经济啊，这经济永远都袂消失。但伊生后世拄着缘，伊就会接着。哇，即句话讲，一切众生拢啊有得到的机缘，伊反对伊啊拜贴，但是佛伊会听伊入去，伊心内知影讲有一个佛。经济还是在遐呢，就是讲灭佛法咯，有罪，这罪是去地界去修啊，修完了后，伊出来了后，佫会拄着。为什么有经济啊？这啦太可贵咯，就惊阿赖耶识内底无佛的经济，那就苦咯。但有佛的经济决定的得多，什么时阵你成佛啊，就不一定咯，啊，拢是你的缘分啦。啊，真正缘成色是什么呢？真心、真法愿，发什么愿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！我这一生就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我什么拢无想，我就想极乐世界。但在这个世界，像丢生好夫，伊就做到。伊家己生活非常简单，非常朴素，一切是给别人的，成就别人，做出这款的榜样啊！经营永远都袂失败。啊，西方的这种思想指导是未用的啊！依家西方在经济学家观念嘛是完全相反的啊！啊，西方在经济学家家己是要赚钱的，伊唔是，伊和员工赚钱。哦，顾客得到利益，系真系实啊！伊物件上可靠，绝对无一点啊假货啊！
已经解释，家己帮助别人，看到别人真快乐啊！这个快乐，不是富贵的人会当享受到。好加难得啊！所以我讲，伊是菩萨，伊家己啊经营的这个理念，是过去讲学传授给别人。这就是菩萨事业啊，伊做成功咯，袂当无相信啊。如果我无做成功，把中国传统物件咩啊介绍给别人，人唔相信啊。人家听到会点头，但是绝对唔相信。哎呀，做了五十年，做出来了，你敢袂相信？所以，今天你这个社会，无做实验，真恶会让人失去信心。今天社会动乱，真侪人问阿要安怎，我都去教啦。伊啊，创一个小地区，就像阮汤池同款做实验。实验成功咯，看看会用了，结果推动，会影响全世界。为什么今仔日每一个人拢想要社会安定，拢想要社会和平，拢想着家己会当过幸福美满的一生？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这地讲的根基色咯。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在企业成功咯，就是在政治成功咯。无论啦，就是在多一个行业，这个行业拢顶尖的。那也未成功的道理，而且这个事业是永远不败事业。无迄个未成功，无未兴旺的，无人未喜欢啊。一个人带头啊，就会当啊，带一群人啊。有心这个公司啊，员工几落万人，一个人啊，一个理念带起来。这是应该学习的啊。一定家己爱发心嘛，做好朋友，啊，你就是不但救了你一家，有你的一族，有一个国家，有全世界。为什么无爱？什么拢得着？什么拢无爱？什么拢会得着？啊！你必得偌济，就是偌济。无爱，你拢得着了。人活的世间，要活得真自在，要活得真快乐，活得较幸福，
活到有意义，活到让所有的人都会尊敬你啊，连鬼神都会尊敬你，这种意义有价值啦。应言修习啊，言啊是干，好才应啊。咱要有应，外面有言啊应，无言唔通去求。咱台机缘成熟，你卖去找伊啊，何伊来找你？缘成熟，自然就来。你家己爱做好模样，这是点非常重要啊！静坐常住啊，静行坐行，静行会帮助坐行，坐行会帮助静行，静行是念佛啦，用念佛的方法。啊，甲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，变做家己的正行啊。所行呢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一切人事物啊，咱爱甲善根福德。做出去啊！善根福德，来予一切众生去享受，唔通为着家己。你为人民，人民就是为你。你唔肯为人民，人民都袂为着你，这是因果啊，真现实的啊，速得圆满啊，就是快速，你就得到圆满。那个看下面这段，众修。福善，即念众众善根，像种稻啊，种树苗，种啊，种修修好修善，即修善啊啊种福啊，分勤公款，下恶行善。是唔通正恶啊？正恶是真麻烦哈、啊。啊，咱啊，在这个一生的当中，咱在这一生当中，有一寡鬼神来找我，附体来找我，我问因，这。出家人真多，为什么不去找因呢？怎么找我？那有道理啊！你不相信呢？你找不落用，伊袂甲你帮忙。我相信你来找我，我真正会帮助你。啊，帮助你，你都要合作啊！不合作，袂当帮忙。所以啊，咱来尽量甲伊配合合作，帮助伊啊解决问题。这个、问题多半都是啊过去，伫咧做人的时阵，做真多这个不善的这代志，现在受到苦报咯。最近啊，大概嘛有三四个月，
东北那边的东西，这两批公调给我，是中日战争死亡的这些将士，现在还在咧打战啊，战争结束60年了，还在打战，我不堪言啊。这个信息跟我说，我相信。为什么？人是安怎死的？在战场死的，那个战争的念头也在的，也无改变啊。所以，逐天啊，还阁是遐尼紧张，伫遐咧拍战。啊，咱家己有经验，抗战期间，我四国多难，日本人伫后面咧追。我有福啊，前十年啊，也去常常做这梦咧多难。哎呀，生来对啊，这念头啊太深咯。常常做这梦，伫战场咧拍战，迄种同款啊，伊迄梦就来咧拍战咯。所以死了死了，伊念头无断啊。因知战争啊结束咯啊，所以也搁咧拍战啊。真可怜啊。来求超度，我就把这代志交给五道五行因，伊若做三世血念时阵，甲因立只牌位，甲因超度，有效无有效啊？其他所在无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真少，真正甲经常讲的是阿赖耶内底有佛的经济，无佛的经济嘛会当。啊，该善人啊，你无鬼道去到天道去啊，到人道去的，过来人道来啊，这啊真多，要到天神道的。但是呢，也佫留伫个无鬼道也袂少，迄真执着的。啊，执着带来这个麻烦真大啊。观经宽修三福，经文欲成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这三福三条是大乘佛法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！啊，这地后面无引用，后面有一句话。这三条都是三世诸佛正业正因啊，三世是过去、现在啊、未来，所有菩萨修行成佛，拢爱依这三条啊。所以这三条是啊，修行成佛的大根、大本啊。你看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第一条四句。所以啊，世出世间善法，拢是对孝敬当中而来。你不孝父母，不尊敬老师，啊，你根都无咯。按怎学都学袂成就，这是根啊。根本的根本，啊，为什么学佛无得到佛法真切的受用？苦恼受的，就是啊，利缺少这两个根，按怎背习拢啊，背习未成功啊，像地母同款无根啊。啊，这两个根，大家拢知影。我阿要安怎才叫做孝顺父母？安怎叫尊重老师呢？唔知影。所以咱这几年
把他的提倡地主规。地主规是在讲什么呢？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。你家地主规100%做到，这两句你就圆满了。无这两句，下面拢无咯。所以啊，这两句是地主规，我提倡地主规，唔是无原因呢。咱们关系太大咯。啊，诸心不杀，都是伫感应篇啦，都假的啊。感应篇讲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！已经讲了190多件代志，你一定爱知影什么因感什么果，是好不爽啊！还廖凡先生用的这个广告句啊，都是感应篇。那当年护国禅师何爷啊，伊就照这个修行，转入修仙，甲一颗自心，甲伊命运拢转过来咯。命来都无光明，光明啊得着咯。这家己修诶，光明啊，都是咱现在所讲的这个学位。伊命内底只有秀才，而且那亲像咱今仔所讲的高中毕业，命内底是安尼生，古人啊，证书拢无，古人就那像学士学位。进书的像博士学位，伊名对无啊？结果伊摕到咯，名来对无后生，伊也叫后生，伊就即好个后生。即后生，那就该生了六个孙啊，哦，家族就旺起来咯。你的孝林啊，前两年有交通电话，有联系啊，不容易啊。因故乡要有人，寿命你甲看，53岁啊，延长到21年。真正是积德啊！其他的人啊，勇武啊，还是人向伊学习啊。了凡四分伫日本最风行诶，天皇拢嘛有读这本书。修十善业啊，这是合法，十善业多，所以咱今仔日啊，非常的感慨，在家学佛。十善业无做到，出家学佛，三昧六义无做到，这都不是真修啊！为什么做未到呢？心内真想要做，为什么做未到？头前的根拢无，难就难在这地，所以头前这个功课一定爱啊认真，来也补起来，补习啊！咱个啊，十善业才做会到，大乘佛法才无障碍啊，无对观修是袂用的啊。啊，少年人也得过加着一观文言文，啊，各位同修领导啊，拢嘛有子女，
爱特别的加注意。如果伫十二岁以前，记忆较好，可以背文言文，会背一百篇文言文的首词也着咯，基础都有咯。你将来会当直接去读中国传统的典籍，一支首词啊。现在印刷术发达，成本真低，连啊数科专书，你会当印上啊。我伫今年上一百套数科专书，下半年也阁有两百套的回邀。啊，咱用遮侪目的，分散予世界各地方去收藏，灾难都袂失去咯。即地有灾难，迄地无。用这方法，把即个古迹啊保存落去。愈侪愈好啊！毋过，啥人会去读呢？我想该偌侪年咯，一起请一寡学者专家，希望伫史课内底好的物件，哎呀，揭露出来，编一本书，就亲像唐太宗军书治要这种的方法，伊也是政治，咱是咧创学术的。也不啊，用一寡钱请一寡教授过上来咯，未用咧，拢未当用。无想着讲，古人已经先做了，国学治要啊，就是我所想的，已经啊做好咯。但是主无看到，无想着讲有好心的人士昨昏跟我见面，那主就是上我的。我看到如血至宝啊！我在你心内咧想诶，想求也求未着，把人做好了，也变这个物件用八年的时间，民国初年诶，这学者因啊，真正用心，素可精华，就素可啊。我得到了后，看迄个书已经真旧咯，但是也好，字无歹，无伤着字。我甲看伊即个书文呢，写书文迄年是丁卯，我出世的迄年。因这部书变形咯，八年变形，丁卯年。我今年八十五，佮加八年，九十三年。九十三年以前，因就会创这个物件，袂少人咧做啊。八年时间完成，我相信这部书因的分量无多，所以啊，真侪年拢找无啊。上文印书馆开办之初，因印呢，现在上文印书馆我甲伊真熟，因拢唔知影啊。现在我印了一万本，这书会当保存落去咯，袂去送失，有够无无够啊！一万本也是太少，
我希望将来在国内至少嘛，就要印一两万本，一套一套，一套八册啊，至少要印一两万本，用全国中上学校去送。但是呢，一定要鼓励小朋友学文言文。将来你看这本书都无障碍，这书看完了后，你再过去看四课都无问题了。所以四课专书有人读，这会用的。传统文化这传的落去啊，书放伫遐无人去读是袂用的啊。这话也是灭去啊。还有第一条，三号有第一条提升，这第二条，第二条修持三规，这正式学佛了。学佛入门拜老师，就是修持三规。三规是什么意思呢？老师的教学的宗旨。教学的目标，但是合理。啊，你学就是要达到啊，这个目标。这个目标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是佛法经的三宝。啊，佛当时所讲的无错哦。但是现在人完全会错意，但意思错会，应该是在东条佛教啊，传来到中国来。东条时阵是七百年，时间嘛真长咯，已经啊有误会咯。所以啊，咱在六祖坛经内面看六祖大师传授的三规。伊毋是用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伊毋是用这三字，伊改的咯。但经来对三皈：皈依觉、皈依僧、皈依僧，用这三字。啊，我当年啊看到这部书，我就想着讲，肯定是迄个时阵出问题咯，有真侪人误会。所以啊，伊把这个名词换去，让大家较好了解。皈依佛，不是啊，泥塑茶雕迄个佛，而是代表什么呢？觉啊，自性觉啊，起心动念觉离不迷，就叫做皈依佛啦。所以啊，你都要有智慧，三规一时智慧啊，有智慧才会当辨别邪正、是非、善恶。啊，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绝对唔通以邪邪念，啊，你就错了，你就会做罪业。一定要有依觉正经，所以啊，伊讲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正，然后后面佫解释：不假觉也，法假正也，正假正也，啊，这个注解啊，啊，觉正经是自性三宝啊。佛法经叫做主持三宝，主持三宝伊的作用是要提醒你啊，咱人啊真够袂记哩啊，
啊，咱厝内服侍互相，服侍互相什么意思？提醒我隔离不迷。即个看佛的时阵，我要讲哦，我袂当袂歇，是即款意思啊。你家当作神去膜拜，错咯。你完全不了解啊！啊，咱对佛法经的礼拜、礼敬，不是迷信啊，不是讲神来看待，是伊的圣德。啊，咱礼拜圣德，尊重圣德，学习啊圣德，是这款意思。为什么一切法印光大师啊？讲了真好啊！伊是啊，对《圣经》的当中啊去学来。这份《圣经》，你啊学到一分；十分《圣经》，你就学到十分。无《圣经》是学未到啊。咱啊对佛法经的理敬就是《圣经》，真正有《圣经》，真了解，真正学到。这真重要，绝对唔通马虎啊！圣经都爱教，现在无人教。我们现在教变质咯，意思拢唔对咯。啊，拢求升官发财啦！这个佛法的本意啊，真正都是。180度的相位杯，拢创唔到咯。对发布的礼经、拜经典，释迦教，释迦教无偶像啊，但是有经典。释迦教向啥人礼拜呢？经典，经典放在伫顶面，对着经典磕头。就有道理啊！啊，所以啊，经典提醒咱正知正见，咱对啊，邪知邪见，我倒转来以正知正见，就叫做规范。啊，正是出家人，看到出家人，想到六根清净，一点啊不染。我要做教，伊做教唔做教，甲我无相干。但是伊唔是即款模样，互我看，我就想袂起来，袂记得咯。所以对我功德也真大，一定提醒我，哎，明白即个道理啊。所以主持三宝佛家人呢，伊个功德真大。无一定要咧提醒，咱拢会袂记哩啊！啊，现在咱用微气电视，用网络，大家啊做伙来学习。恁伫学习的当中，全部拢看到。咱后面是比如迦那佛啦、文殊普贤菩萨，咱啊。做会来分享的都是大乘无量寿经法宝，我嘛是出家人的模样啊，三宝具足，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啊。如果你也是咧迷，也是邪，也是染污，你迄个皈依是假，唔是真呢？有名无实啊。这是啊，修持三规，希望咱啊回归到啊觉清净，应对啊顶面的啊清净啊平等觉，清净就是成佛，平等啊就是法宝，觉是佛宝，你看经对上三宝具足。咱学这部经典，信愿持名啊，
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为什么呢？完成咱的清净啊，平等觉，咱就是求这个，其他拢无求，安就对。心安住在道上啊，安住在个觉清净顶面啊。亲像咱中国古早时阵，小朋友读私塾啊，念三字经，头一句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迄就是修三皈依，甲修三皈依是共款啊。所以中国的教育啊了不起啊，教什么？教什么？你学什么？你学本善，你现在不善。我倒转来本善学着了，就是圣人啊！你看佛法，互你觉清净，觉清净是佛啦。啊，那用是平常人咧讲的啊，大乘教顶面讲，清净是阿罗汉啊，平等是菩萨啦，觉就是啊佛啦。这三个学位啊。那最高的学位就是佛陀是觉，第二学位菩萨，第三是阿罗汉清净。你来到佛门是来学这个啊，不是学别项。这物件哪有？你这个观自然就会生咯，财自然就发咯，唔免去想呀。为什么呢？啊，理论的方法你拢有咯，拢明白咯，拢是，那是啊附带啊。这是根本啊，有根本呢啊，当然都有机修。根本好啊，机修一定会磨性啊。你看这个啊，从会清楚，从明白啊，你才知影讲佛陀教育的伟大啊。世间呐，一般人。拢是误会咯，这误会袂当怪因啊，怪佛门的弟子啊，无真修，无真正甲伊啊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互社会大众产生误会。我伫年轻的时阵嘛是严重的误会啊，我若毋是讲去拄着本东密先生。那会知影有这款代志咧，未去甲接触啊！你所接触，看到这寺庙内底迷信啊，你也失去信心。所以彭老师甲我讲，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伊讲啊，佛经贴刻无伫寺庙，我讲啊，伫倒位啊？伫经典啊！这话真重要，如果不是这款话，我去寺庙去甲看，无成啊！本老师讲的话是假啊，不是真的啊，未相信啊！因为讲啊真清楚，伫经典内底啊，咱去寺庙，咱的中心啊，都是要去找经典啊，不是要去找出家人。出家人啊，无讨论经典啊，唔免去问伊啊。然后我有经典的时阵去问彭老师，以后问张家大师，拢是伫台北这两个老师，未去问别人。我在真正学着物件，张家大师完结了后。我甲工作辞掉，就去出家啊！出家了后，我去见彭老师，老师看到我，啊，你认认真咧做，我讲是啊，你敢毋是有讲啊？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当然要求最高的享受咯。伊讲啊，你对咯，
讲这句话啊，只有一个人，其他拢反对啊。你学佛就学佛，那也未到这款的呢。就如本老师一个人，下一句断语，你的路行丢了。啊，阮遐个朋友啊，即、当初反对我遐个人，二三十年了后，因啊看到我讲啊，你丢了，你惊丢了，这才知影。即好个物件，你讲偌可惜个呢？当面错过啊，你这真正不应该啊！修持三规。一定古就种戒，不戒教学啊，安怎帮助你建立清净平等觉？持戒、修定、开悟，在佛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了后，儒家采取咯，道家嘛采取咯，啊，变成传统文化。意思遵循的方法啦，有一些都弄错咯。戒呀、啊、是规矩，非规矩不成方圆呐、啊。一定爱有规矩，第四规是规矩。儒家的戒呀、啊，感应篇是道家的戒，十善业是佛家的戒。儒释道三君啊，这叫做根本戒。根本戒若无，就什么都唔免去讲咯。规矩真多啊，佛嘛多，道嘛多，佛嘛多，但是这是根本。因咱人根本单调咯，学遐戒拢无路用，学未成。啊！我遮侪年细心来甲观察，无看到一个修行，原因是啥物根无咯？所以才想着根重要啊，对根救起啊，这真正有救的啊！无对根是无救啊！老师做出榜样，互咱看，咱对老师有信心。啊，本老师、中华大师、李老师，拢是以身作则，这是好模样，互咱看。啊，咱真正相信，袂搁再怀疑。不管为疑，为疑，咱讲修戒。有理解，修戒都未使烦，总是爱甲大家啊做一个好模样啊，我大家真正会升起信心，然后这条是大乘，大乘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的内底最重要的一条，就是为别人，无为家己。众生啊，无边誓愿度啊！经论上讲，菩提心讲真多，讲甲真深，听无？我这几年来，甲伊归纳做十二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菩提心。菩提心的体就是啊，真诚，还用真诚心去生活，你啊生活就真快乐。用真诚心去工作，用真诚心去待人接物，这有大成。对家己呢？真诚心对家己，
这是什么呢？清净平等觉是对家己的，对别人是慈悲的。所以对别人迄个慈悲，慈悲内面有真诚啊，有真正，有平等，有觉。啊，拢伫慈悲的内底表现出来啊！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啊！那讲是相信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！最重要就是相信念佛是因，念佛是果啊！你啊，决定会去极乐世界。决定啊，阿弥陀佛的来接引，一点啊拢未假啊。大势至菩萨甲咱讲，念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现前什么呢？你现在看到，真正看到，这不是假。将来看到是生到极乐世界，你达感觉佛道会啊，佛相大成。哎，记得哦，咱初学也未开悟，未开悟是甚物？咱先爱得定，定伊才会开悟。哎，得定，迄都要修几句，几句佛相大成，以一部经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。大乘经典，任何一部拢会用的。你是一部经啊，来用十年的功夫，你就变作专家。现在讲的啊，专家学者。啊，咱最好的一个榜样，老素分居士，伊十年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伊得定了，伊啊开慧了，真正开悟。那怎样？无论什么经，你去问伊，伊拢知影。而且会讲，伊拢会讲，讲到拢袂错。啊，唔是开悟做袂到的啊，这唔是假啊。这是东方传统的修学的方法，一定要传落去啊。咱来做榜样，无做榜样，人就唔相信。啊，五了后啊，就讲下道文啦、啊。迄、那个学得真紧咯，一个看得明白。像咱现在听科学报告啊，科学家研究用偌侪时间，用偌侪心血，也不可能是看得了解。啊，这是咱伫佛经上啊，得到信息伫伊个头前啊。伊啊，这报告一个想，马上就对着咯，就明白咯。而且佛经上讲甲比佫较清楚，佫较明白。啊，土上大乘啊，就破经，一门啊，深入啊，无开悟，唔通看别行的经，开悟再看，一定会先得定，然后开悟。看进行者是甲佛法啦。宣扬出去啊！哎呀，帮助别人，哎呀，介绍别人，因那的话就是跟大众分享啊。哎呀，欢欢喜喜啊！这是咱应该做的。如果讲我忝咯，我较贫惰啊，对不起佛菩萨啦，佛菩萨教人啊，劝进行者。啊，咱即句话无做到，啊，即袂用你啊！哎呀，欢欢喜喜，愈讲啊，愈有精神啊，真正会得到三宝加持啊！啊，这是啊，这是真个三福，咱呐、啊、有到即地啊，如此三思，名为正业。今天的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